都昌县，别名萧阳，江西省九江市下辖县，自汉高祖六年设县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是江西18个文明古县之一，孕育了东晋大司马陶侃、南宋爱国丞相江万里等名人。都昌县位于江西省北部，全境东西宽 52.7 公里，南北长80公里，面积2669.53平方公里，约占全省的 1.6%。 都昌县地处江右吴水会一湖两冲，居南昌、九江、景德镇、金三角中心地带，南临吴水，北通长江，杭瑞高速和九景区铁路、嘉密高速交汇境内，总面积2669.5平方公里，其中水域面积1390平方公里，